就是本次新产品发布会的重中之重，展台设计。我们设计的理念。不好意思，请问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们的设计有问题啊。 有什么问题？你们和伯曼的设计啊，高度雷同，但是呢，他们在细节上要比你们完善太多，而且在文稿上啊，附带了零食产业全球发展趋势模块，比你们用心啊。这样看来，伯曼这次胜出就无可争议了。伟聪啊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例行公事，老于现在在气头上，这个证据是什么指向谁我不能说，我也谁都没说，包括老于。 公司的利益现在被破坏了，每一个人都有嫌疑，包括我在内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会答那案子丢了，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你。哦，我这边刚丢了一个案子，你就着急跟我划清界限是吗？你没跟老于说，那你们俩在里边说那么久，说什么呢？说我多无能是吗？你是兄弟吗？伟聪，你要相信我，一定会抓住那个内奸。我知道这个人一定不是你，但现在这个时候，你光在这跳脚骂街是没有用的。 也是最不能洗脱嫌疑的。这个时候，你就应该心平气和的该干嘛干嘛去。我知道我有很多问题，谁都可以怀疑我，但是就你不能。我是在乎你，拿你当兄弟在这儿跟你解释，换别人我早已经打过去了。我。